伴的网友们写差评，很毒舌。霍建华也曾经参加过，开始多的时候还属于安全范围，起码在评分最好的战长沙还算可以，颜值演技成正比的一个代表。但是到了他来了，请闭眼的时候就差评略多，他的毛竟然被诟病演的时候一副装逼状态，好的成功激怒霍建华，直接飙出了脏话，有些差评自己也会莫名承认。比如另外一部高分作品《飙门》，被诟病的是霍建华有时候演戏台词激动起来容易喷口水，本人也只能认，毕竟真的连本人都觉得似乎真的没干过什么。这位首次摔手卡的就是欧豪同学，也是比较冲的那种，人家说他的左耳脱衣服戏挺好，一张嘴完蛋，差评一条接一条，最后暴击竟然说还好脸被帽子遮住。周冬雨跟李易峰就是比谁没有睡醒，周冬雨觉得自己肯定输，毕竟李易峰不睁眼都比他的眼睛大，实话实说的自黑评论倾城之类的网友就比较心酸。那周冬雨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想看看到底怎么醉的，最后还能顺着差评的思路走，给认眼哭泣爱咬嘴唇，所以才有的小黄鸭同款。周冬雨觉得貌似真的是这样的。刘昊然的差评还好，回应也是更多的，有一个说他丢不下明星包袱，只有一个表情。还有陈坤，陈坤同学读差评的态度诚诚恳恳坚决，连标点符号都给你读出来，逗号问号感叹号。陈坤本人良心回应，只管脸。